这会人数来的差不多，我们两分钟的课也唠完了，那我就要欢迎一下我们能来到优化教育公开课课堂的每一个学员宝宝，欢迎大家。在我们上一节课画的风景的素材图，如果说需要这个素材图的话，请记得去我们优化教育的微信公众号去拿取。诶，我的手机呢？教你们拿一下，怎么把平板拿过来吧，把我的大平板拿过来，教大家怎么获取素材图。水草水草水草，是水草吗？我也不知道，水草呀海草啊。你们有没有吃过一种叫做海带芽，就是海带小时候我觉得特别好吃，像火锅特别的嫩，你们吃过吗？说到吃的这个东西，我相信大家就有共鸣，比海带好吃一些，就很嫩很嫩。好，我这边给大家在微信公众号可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优化教育，你搜索微信公众号，搜索优化教育，然后点击在这个优化教育里面回复彩铅五个字，素材图，看一下哈，彩铅素材图打出来了，然后点击发送，那就会弹出我们最近的一期的素材。16年开始上公开课，16、17、18每一年都有，最近上课的公开课的图片比较高清的素材就在这个里面了，如果说需要的话自己去获取一下好吗？好的话就敲一个一。水藻，小梅斯，小梅菲斯。好，那我们如果说回复彩铅，你们喜欢彩铅吗？喜欢彩铅的话就敲一哦，记住彩铅作品图，作品图，来回复彩铅作品图就能够拿到我们相关的上课的素材图片。你看这个是我今年有画的一些彩铅作品，也都是一些高清的素材图，你们在临摹，在自己画画的时候有一个参考的依据会比较好一点。看一下这些作品都是超级高清的图片，记住的话敲一个一哦。那我这边就过了，这是我们最近有画画的一些课程内容，今年也画了蛮多画的哈，看一下每一个还都比较高清，不知不觉今年就画了这么多画了，哎呀过得真快。下一期的彩铅人像是明年三月份吗？对，是的，没错，你很了解啊小美。好，我们现在就开始继续我们上一节课要画的，要画这个水面。那我们首先要观察一下水面跟它的天空有质感上面有什么不一样。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得到在我们这个天空的位置呢，它的云层云朵跟它天空的蓝色对比比较明确，那在水面上的时候它们好像就模糊到一起了，有没有？有这种感觉的话敲一，这是它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我们在画云的时候画的粗糙一点点，然后明暗对比强一点点，嗯，刚刚好。但是如果说我们画水面的时候还画的这样对比强烈，或者说颜色特别特别的艳丽，那就不是效果特别好了哈。要记住，这是我们对倒影颜色要减弱，以及它的明暗对比要虚化，要过度自然一点。那么这一点可能对我们的排线要求就更加高了。在上一节课我们有学了排线，还记得怎么排线吗？想上我的课呀，想上我的课没有问题呀，赶紧加入进来吧。期待花开。好，那我们现在呢就用一个，因为我之前拿这个黄色打了一个底，那我现在就是要用一个橙色或者橘黄色给它把的颜色慢慢的铺上去。能帮我拿一下转笔刀吗？谢谢。转笔刀有，我这个转笔刀它不怎么好用，它老是这个笔很粗，它转不动。大家看一下，这还是个挺贵的挺贵的转笔刀的。那你没反应看到没有，那转起来没有任何反应，这个转笔刀
那战车一点反应都没有，还不如这个十块钱一个的好用。对，两头轻，中间重，过渡自然，非常棒哈！这个同学答的，莲子清如水。咱们这个画面是用的油性彩铅。关于为什么使用油性彩铅，上一节课也说了，你可以去优化的微信公众号去看一下文章，看一下视频，上一节课的视频之前已经教过了。胖德也来了，欢迎欢迎。对，用的是绿灰，因为这个绿灰颜色比较鲜艳哈，啊，透明度也比较高，然后我就选择了绿灰，最近还蛮喜欢用绿灰的。好，那我们就从左往右开始进行绘画，选择的颜色呢是选择的是一支橙色，那我们同样也是要注意线条的两头轻，中间重。之前的天空排线，我之前答应我说有练一周排线的，有练吗？有练了的话敲个九，长长久久。好，那么这个水面对于线条的要求会更加高哦，为啥呢？因为这个水面的话，它我说了它的颜色渐变啊，过渡都是非常的自然的，颜色也要稍微浅一点点。那在这里小飞丝非常棒非常棒，第一次听公开课好像入坑了这个觉悟很高，值得表扬，莲子。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在线条的要求呢会更加的高一些，尽量的排线是采取往一个方向排线，那线条出来的话可能会更加细腻一些。那目前看得到我在排线的时候，我会轻轻的反复的多画几遍。那我们有没有看到似乎线条是看不到一根一根的线条的，你只会看得到一块半透明的橙色色块，有这种感觉吗？好，慢慢的往下渐变，这个水面的颜色就没有这么沉了，我就要来用这个黄色去画。色调的话呢要比天空的颜色要浅一点点。莉莉也来了吗？现在就尴尬的放在那里，这就不对了哈。好，接着就是用到了一支黄色，把这个地方衔接一下，因为橙色过渡的话黄色不是很漂亮，橙色过渡不是很自然，那我就要用黄色渐变。我削一下笔，笔要削尖，削尖的笔的话呢画起来的话效果肯定会更好一些。如果说有绿灰的话，你们在使用的时候应该会比较的顺畅。这里的颜色一定要注意哦，一定是有一个颜色渐变的。好，因为黄色的透明度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你在画的时候呢应该它的效果是很棒的。好，刚刚这里不小心一条线画中了，擦一下下。好，黄色。黄色渐变也是要注意两头轻，中间重，不要让它看到有明显的笔触感或者线条。好的，那在画黄色的时候呢，我们在画着画着你就会发现，哎，颜色好像变得艳丽了，对不对？那其实我们画这个水面的时候，它颜色这么艳丽肯定是不好看的，这是100%可以肯定的。以及它的中间有一条云彩的这个投影，把这里擦出来，擦出一条长长的线，看到了吗？这是云彩的
投影。好，画完这个之后呢，我建议大家用一个乳黄色或者用一个白色，整体给画面平铺一遍。比如说这里，让它的颜色的艳丽度降下去，看一下，白色平铺一遍。有没有感觉水面的颜色一下子艳丽度就往下压了？你看这里没有压，是不是很跳跃？觉得很跳的话，敲一，这就是没有压白色。没有压白色的话，它的这个颜色会显得有一点点跳跃。那有点跳跃的话，就没有那个水面的质感。好，用白色整体平铺一遍就好了，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好，那我们能够快速的让画面跟它的云彩进行一个区分，进行区分之后呢，质感就出来了，而且这个下面的这个水面它会显得很光滑，很光滑。注意，要求就是要做到光滑，要做到光滑，不做到光滑的话，质感就出不来，就感觉没有水的感觉。水的水面是非常非常柔和的，非常柔和，非常舒服，非常自然。好，这边的水面我们继续画。同样也是先用橙色。美丽也来了吗？紫苏也来了哈。最近上大家上课的热情很高啊。好，继续。那我们请可速度慢一点点，也不要一不小心颜色画重了，或者说笔触太强烈了，把这个画毁了，好不好？咱们请愿慢点画，可以吗？可不可以做到？请愿慢点画，也不要一不小心可能把这个画给毁掉。好，两支笔同时进行，因为它有些地方既有橙色又有黄色。那我们的云是有明暗面的，那同样的啊 ，Mary， 我还以为是那个美丽心情呢。Mary， 好久不见。Mary 真的是超贴心。前段时间亚马逊做活动，有一个三伏霹雳嘛，有那个优惠，然后急得他赶紧给我打电话，因为我微信没有来得及回复。那个 QQ 也没有来得及回复，急得他赶紧给我打电话。同时用两支笔，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技巧哈。你看握笔姿势，因为我是画油画出身的，有的时候手上可能要三四支笔、五六支笔都有拿过，所以平常我们拿笔油画拿笔的姿势就是这样子，然后会这样子，还有这样子，还会这样子。最后一手抓很多很多笔，五六支笔、七八支笔都是很正常的。妈耶，小颖小颖注意一下，不要一副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好。淡定淡定淡定，假装假装见过世面一点点。怎么说你也是个优秀的 VIP。好，这边是橘黄还有橙色还有黄色同时进行线条的话，注意两头轻中间重。那这个位置对应着这个位置，因为倒影它是直接是一个平行下来的嘛，所以这个位置是亮面，那这里就是亮面，直接对应下来就可以了，记住了吗？直接对应下来就可以了。好，黄一点点颜色。错过了最精彩的之前那个云吗？没关系啦，还有船跟湖面还没有错过啦。好，这里我们两头轻中间重的运笔，把它的边缘的这些亮一点点的亮一点点的上面这个云层的黄色要留出来。这个黄色调它还蛮亮的，那我们把黄色继续加亮一点点，把这个黄色调掉，它颜色还蛮亮的。橙色也是
蛮红哈，继续用橙色。注意了哈，我开始发力了，开始发力了。那这里的话，其实只要你注意一下线条渐变，两头轻中间重，还有画的时候明暗对比不要卡得太死，边缘全部都是用平行的横向笔触去画就好了。横向笔触，终于赶上直播了，原来只能看录播，太不容易了。是因为不上班吗？好，继续。有电流声，等一下哈，我调一下那个麦克风。喂，喂。我看一下麦克风有没有问题，我自己戴个耳机，稍等一下。没有声音了吧？应该。嗯，对，我用的是 A4 纸。哦，有一个事情，有个很好的事情，我要宣布一下。前两天我在找彩铅纸的样品的时候，就发现了一款纸，彩铅纸。因为彩铅纸经常大家有遇到一个分不清正反的问题，因为彩铅纸它太光滑了，正反面经常分不出来，有吗？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话敲一。那么我最近遇到一款新的纸，它的纸质呢两面画都的效果都是一模一样的，以后你们再也不用为分彩铅纸而担忧了。是，我觉得这个对大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价格也不贵，跟现在的彩铅纸的价格是差不多的，稍微会贵几块钱。具体的话还在谈哈。能够把价格压低的话肯定会给大家压低。我本来想是给大家多囤一点的货的，但是厂家说因为第一次拿这么多货怕到时候出现问题就不好退换，所以说这一批就暂时可能会只会订几百份。我用的是辉博家的绿盒，辉博家的油性彩铅绿盒120色。其实画风景画对彩铅没有太高的要求，只要手上你的线条能够颜色画中下去就可以了。这个是说什么样的意思呢？就比如说你们手上现在有彩铅的，那如果说你想进行一个彩铅的试色，那建议大家这么操作。好，比如说来看一下，你这是笔杆的颜色。好，你用力，用你最大的力气去排一遍线条。如果说你的这个笔杆的颜色跟你排出的线条它的颜色的艳丽度是差不多的，那说明这个彩铅很好上色。那有一些同学可能他非常的用力，就很用力，这个彩铅都只能画这么一点点颜色。有没有遇到过是晨光或者英雄啊，这彩铅它就会容易有这个颜色。你用你最大的力气，它彩铅也画不艳丽或者画不重。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话敲一个零，注意了，彩铅试色非常直接的方法，就说至少说能辨别这个彩铅好不好上色，那就是用你最大的力气去排一个线条。那如果说它的颜色跟你的笔杆的颜色差不多是一样的，那我们这个画面效果是非常好，就是我们的这个颜色笔的颜色是 OK 的，画出来的画面效果也是还不错。因为彩铅适合画颜色艳丽一点点的画面，记住的话敲一个九。
就是试色最简单的方法，只要是你的试色能达到这个水平，能达到这个水平，画出圈圈的这个对勾的水平，那这个彩铅你的风景画就完全是可以画的，没问题的，好吗？感觉这幅画好适合练线条，你太聪明了。我之所以选择这张画面，就是觉得好久没有给大家上基础课了，给大家练一下基础来用的。好，我给大家试一下这张纸，这张纸看一下哈，这是一张纸，我把这个纸进行对折，看一下，进行对折，也就是说这一面是正面，对不对？这一面是反面，它是两个面的，看到了吗？这是一张纸，这就是我最近拿的样品，给大家试一下，看一下正反两面的效果。想看一下吗？正反两面的效果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咱们这个纸应该是小白们的福音，小白们的福音哦。完全效果是一样的，包括它的叠色，它是可以无限叠色。你看我慢慢的发力加重，慢慢的加重。好，还可以再叠颜色。有没有突然感觉这个纸挺好的？可以无限叠色。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张纸，看到了吗？这个是它的另外两个面，棒不棒？如果懂画画的就知道，两面纸能够用真的是太艰难了。这个纸，它还有一个好，就好在于它对线条的要求不是很高。就比如说我们平常说要两头轻中间重，对不对？就排线的时候要两头轻中间重，这样排出来的线条才会好看。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其实这个纸的话，我现在就是两头，你看我是这样子运笔的，它这样子运笔，它的影响也不是很大，看到了吗？那我这样子，我一直在画面没有离开过，就即使是这样子的运笔，它就超细腻。还有包括你侧面运笔，它也很细腻，它一个一个线条画出来，它就是超细腻的。你要是用力的话也可以。看它的细腻度，上面非常的没有那种噪点。噪点是什么？我给大家看一下哈，什么是噪点？颗粒会多一点，看得出来吗？它一个会细腻一些。如果说是侧面运笔的话，这款纸上架了吗？还没有上纸上架。你看，这个是一个样品呢，这是一个样品，就一张，是一张样品。说的我都想画彩铅了，是真的吗？找到这款纸的时候，我都快激动坏了。为啥你上次买那么多纸？这不就是为了监督你赶紧画画吗？是不是？好，继续。哦，我这里不小心画重了，一不小心就画重了。
快点上架，好的好的，快点上架，到一旦到了就到货了就立马给大家上架。这款纸唯一的一个小缺点就是它上色的话呢要力气要大一点点，因为它很细腻嘛，所以光滑度非常够，就可能稍微用力一点点才能上色。如果说画重色的话就力气要稍微大一点点。所有的画材都是有利就有弊。还有优化，每一年在八月份的时候一定会有周年庆，周年庆的画材就相当于黑色星期五，折扣是超级大的。如果说你们有关注优化的话，需要材料的话，每一年的八月份可以了解一下。优化的商城在优化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淘宝上面都有。优化的商品不是很多，画材因为我们所有用的东西都是上课会用到的，以及老师得亲自试用之后，在同品牌里面或者是不同品牌里面同样的价位里面试过了觉得好用才会上架，而且价格的话得保证比较便宜才会上架。一般了解过优化或者关注优化一段时间的话，对优化的一个办事风格还是比较清晰了，比较清楚了。画材这个东西呢，你不是特别关注它，你就觉得好像没什么影响。如果说一旦对画材有一定的了解，你就发现画一张好画，画材太重要了。昨天我还在吐槽，我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怎么就不知道有这么好用的彩铅，然后上大学的时候怎么就不知道有那么好用的色粉，如果知道的话我肯定彩铅画会比画的现在还好，因为我肯定很早很早我就会开始画了。我上大学的时候买过两套彩铅，一套是晨光的15块钱买的，然后还买过一个那种不知道是啥牌子的彩铅，大概是5块钱买的，然后画了两张画就发现彩铅不适合我。然后那个时候的网络也不是很发达，那个时候网络并不发达，就在网上也没有看到说太好的彩铅或者说太好的作品，就直接把彩铅给抛弃掉了。完了之后再买色粉的时候，我买了一盒玛丽的色粉，也大概是120块钱啊。哦，那个色粉干脆推不开，根本就是颗粒大到你手去摸的时候会拉手的那种程度，然后我后面我就放弃了色粉画。直到毕业多年，我接触到线上教育，无意之间我才知道彩铅有这么好用的。原来以前我画不出一张好画，全是因为画材不行，真的是当时那个时候痛哭流涕，甚至。那么对材料的建议，希望大家买专业的绘画彩铅。刚刚给大家有做一个小示范嘛。用最大的力气去试彩铅，完了之后这个笔杆的颜色种不下去的彩铅一般都不是特别好。那么这一点的话就希望大家，如果说彩铅你想要画一张好画，想要画出这样漂亮的风景，必须得要专业的绘画彩铅。因为彩铅分两种，一个是文具彩铅，然后一个是绘画彩铅。我们既然是选择绘画方向的话，就一定要买这个专业的绘画彩铅。然后这个时候普兰老师要过来准备去拿我的画去拍照了，那也麻烦普兰老师把你那盒红灰拿过来一下可以吗？好，普兰老师让我把画面调亮一点点，说画面有点暗，我调亮一点点。这样会亮一点吗？好，这个时候普兰老师去拍照去了。
你看这盒彩铅是普兰老师的，买的一个灰博加红盒。我不是说灰博加红盒不好，因为灰博加红盒它是一个入门的彩铅，它好像买了一个盗版的，是一个入门款，算是小朋友花蜜蜜花颜园区画的。那我给你们看一下，我找两个一模一样的颜色啊，我找两到三个一模一样的颜色，这个颜色跟这个橙色是一起的。好，这两个颜色是完全一样的，看一下，还找一个，找一个绿色吧，这个绿色，哎，这个绿色感觉不好找，找一个天蓝吧，天蓝好找一些，这是天蓝，天蓝色，完全是一样的颜色。好，来看一下，如果说是，如果说是绘画级别的跟儿童级别的彩铅有什么不一样？同样的两个颜色，来看一下这个颜色。你看这个颜色，这是我最大的力气了，我可能会把这个笔尖都压断了。你看，把笔尖都压断了，这个笔尖都会断掉，用了很大的力气去画它。这个还不错，还算是能种下去，至少说还没有到特别坏的效果。那你看一下这个，看得出来吗？这个还算 OK 的，还不算很差的。好，这个是蓝色，那笔尖都压断了，看到了吗？笔尖都被我压断了，这是我最大的力气去画它，最大的力气。你看我反复画很多遍，反复画很多遍。好，那看一下这个蓝色，我这里很轻松，我现在没用力气，我现在没有用力气，很轻松的去画，没有用力气。如果说我力气加大一点点，看一下，这就是本质的差别。专业彩铅它会稳很多。那我们看一下叠色效果，那我这个彩铅看一下叠色效果，它可以涂得很黑，为什么？因为这个互补色，橙色跟黄色，它是橙色跟蓝色，它是互补色，它俩是互补色哈。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他颜色的叠色效果，这个我用力一点点，还没有用力呢，用力一点，然后我们可以叠一个黄色上去，它的透明度是非常高的。然后我们还可以叠一个比如说红色上去，可以看一下它的叠色效果。那我们看一下刚刚这个彩铅，刚刚这个蓝色，这是蓝色，好，蓝色互补色，它根本盖不住，发现了吗？完全盖不住，发现了没有？这个时候不是说盖不住是个好事，它盖不住是什么？它颜色叠不上去，它颜色画不上去，能明白这个意思吗？颜色是画不上去的，那也就是说我在彩铅画的时候几乎不存在叠色，我没法叠色，我只能单色画，就我橙色就是橙色，蓝色就是蓝色，我没办法进行叠色。好，如果在上面我刚刚还是用这套彩铅，你看还是用这套彩铅，我再拿一个红色出来，拿一个红色出来，盖不住的，完全是盖不住的。那这一点你能说它是绝对不好吧？也不能，因为你用这套彩铅，比如说你就是想画一些透明度高的，比如说你画一些浅色调的呀，或者画一些玻璃质感呀，你就是想要它颜色浅的时候，你就适合用这一套。那如果说你想要颜色艳丽一点，或者像我们画风景啊，或者说你想要画面的修改余地会多一些，那你就适合用这一套。但是呢，这一套肯定会比这一套好，为什么？因为它能做到这一套做不到的，颜色艳丽度、显色度、叠色度，它都会比这个好一些。是我们的专业彩铅，专业彩铅，记住了吗？专业彩铅。对，这是普兰老师的彩铅，这是个反面教材。虽然说也不便宜，一套彩铅也差不多得七八十块钱吧，也得，或者说五六十块钱，这种彩铅也不便宜，因为它是48色，48色的话不便宜。那我们可能你同样是专业彩铅，可能也是六七十块钱，或者说五六十块钱，同样的价格它能买到比它好用的彩铅，这是你们懂跟不懂的区别。
那有一些什么样的彩铅是适合画画或者不适合画画的，你们不懂的话，因为我们懂，市面上的彩铅品牌太多了，你们如果说想要问一下你们手上的彩铅到底适不适合画彩铅的话，你们可以加一下咱们客服老师的微信，可以加一下我们小助手的微信，然后把他把你的彩铅拍照发给他，他就会告诉你合适还是不合适。我们只说真话，不会推荐你买画材，只会说真话。怎么去加咱们的客服老师呢？咱们不是有个我那个电脑吗？在这平板，在这找到了。怎么去加小客服？你可以在这里右画教育，在右画教育的微信公众号，好，搜索微信公众号，然后这里有个关于我们，这里有个人工客服，你把它加到问一下就好了，那就会弹出来。在这个关于我们里面有一个人工客服，在右画教育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在这里，记住了吗？记住了的话敲个一。因为画彩铅的品牌，任何绘画的材料就是最关键的，但是市面上的彩铅品牌又太多了，我不好给你们做推荐，待会又说我有打广告的嫌疑。你的彩铅好不好用你都可以发过来，老师知道的话都会告诉你。已经不需要避雷了，已经炸完了就没关系哈。好，我把这个彩铅收起来，来普兰小可爱把你的彩铅拿走。把你可嫌弃的这条彩铅拿走，他这条彩铅就放在我们办公室再也没用过了，而且一般这种彩铅就会送个笔帘什么的呀，其实这种东西没啥用，像笔帘这种存在没啥太多作用，一个是我觉得占地方，然后插半天彩铅得插半天才能插进去，我觉得好麻烦，我不喜欢用这样的彩铅。给你推荐不算打广告。好，那我就推荐一下这个配合做的好哈。我个人觉得还是一个是辉博家的红和进口款的，还有一个就是施德楼的进口款的，这两款彩铅入门真的是又实惠又好用。好，我要继续来画这个云朵的反光。画这个云朵的反光，我注意了，我就时时刻刻在强调千万不能有笔触感，那我们会看到整个弧面特别的光滑，甚至看不到太强烈的笔触感，特别的光滑。好，那在这里的话我开始要用一个粉色调要开始把这个弧面的这个边缘给它强调一下，因为弧面这里还有一个重色的倒影，颜色重一点点哈，用的是一个紫色，这个下面肯定还会有一些小的云彩。买易雅适合小白吗？小白我不推荐买易雅，因为易雅的话它笔铅比较的硬，而且透明度很高，小白的话可能颜色画上去有一点点难种不下去，力气的话也会用得很大，可能对手的话也会有一点点酸。你小白画画的话，如果力气用太大了，长时间，因为你从前以前没画过，然后突然用这样的大力的去画，很容易手会酸痛。那小白入门的话，建议推荐是水溶彩铅，因为水溶彩铅你入门，水溶彩铅它会比油性彩铅好上色一些，因为它笔芯会软一些。普遍的水溶彩铅都会比油性彩铅要软一些，那你小白在画的时候不需要费很大的力气，颜色就能画下去，那至少说你的手不容易酸，不容易酸的话你更加能坚持一些，你们觉得呢？那我会推荐水溶彩铅入门。很多商家你去淘宝去买材料或者买画材，很多商家会推荐你说小白买什么，他都会推荐你油性彩铅，因为油性彩铅一个是色号多，还有一个就是价格可能会有优势一些。为啥油性彩铅价格还会有优势一些呢？因为这个水溶彩铅它多了一个卖点，就是说它是可以水溶的，它是可以水溶的话呢，
彩铅里边，你其实你水溶彩铅去水溶很少很少会水溶，几乎不会去水溶，但是它多了一个卖点，就是说可以画出水彩一样的效果。那你一听这个话肯定说啊，这个水溶彩铅很高级，有这种感觉吗？有的话敲一。很容易有这样的误区，觉得哇，水溶彩铅还可以水溶，还可以画出水彩的效果，它多了一个卖点，它价格就会高一点点。那油性彩铅的话相对来说价格就会实惠一些，但是实际上哈，实际上专业彩铅里头，我们通常有基础的用油性彩铅会好一些，而且同样的品牌，比如说惠博家，就同样的品牌里边，它的油性彩铅的制作工艺会比水溶彩铅要难，那么水溶彩铅它的性价比就没有油性彩铅那么高。而且一般好的彩铅品牌，你像三氟霹雳玛呀、绿辉呀、像惠博家呀，还有卡达，世界比较就可以说是三大彩铅巨头，那他们的品牌的镇馆之宝都是油性彩铅，这也是油性彩铅通常也不会有盗版或者说有山寨品，因为它的造假成本很高，你造出来它假货太假了，就你一拿到手上就知道是假货，它做不出来，它就是做不出来那么高水平的材料。那也是为什么很多品牌油性彩铅是它镇馆之宝，那水溶彩铅的制作工艺会比较简单，很多水溶彩铅，很多大的品牌的水溶彩铅在中国都是有代工厂的，那也是不推荐大家买这种代工厂或者说是国产的一些品牌，它的制作工艺还是没有那么好，因为彩铅这种画材它的色粉还有它的这个里面的这种粘合剂还有蜡质成分要求都比较高，很难做到一个好叠色。彩铅如果说是单色叠色的话没有太多影响，但是想要这种你像我们现在反反复复的调整跟修改，反反复复的去不停的叠色画一张写实的作品，那对彩铅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如果说没有太好的工艺是做不出来的。综上所述，给你们大家总结一下，小白入门用水溶彩铅，油性彩铅有一定基础之后再用。好，同样的品牌，油性彩铅它会比水溶彩铅的价格会有优势，为啥呢？因为卖点多，但是油性彩铅的制作成本会比水溶彩铅高，所以相对来说你买一个好品牌的油性彩铅会比买水溶彩铅要更加值得，记住了吗？因为网上所有商家都会推，哎呀，小白入门油性彩铅，只有优化会告诉大家小白入门用油性彩铅，又不是小白入门用水溶彩铅好一点，但是很多人不相信，你自己亲自尝试过你就知道了。对啊，水溶彩铅卖的比油性彩铅贵啊，因为它有一个卖点啊，它可以画出水彩的效果呀。但是你说拿彩铅去画水彩的效果，这不有毛病吗？哎呸呸呸，不能这么粗鲁哈，不能这么粗鲁，不能这么粗鲁。你好好的水彩不用，你非得用彩铅去画水彩的效果，这就是我该吐槽的了。太粗暴了。我现在用的是一个比较好的，是绿灰灰博家的绿盒120色，这个价格比较贵，这个彩铅。这个彩铅我现在也不是很推荐大家买吧，因为有国外的朋友的话可以让国外朋友带，国外的价格会比国内要便宜很多，因为这个彩铅它在2016年的时候市场价120色的市场价大概是在800-900左右。但是它的代理商是办公室是在香港哈，这个中国的总代理总经销商，那他就全国范围内实行控价，就把这个笔的价格调到了大概2000多，大概调到了2000多，就一夜之间暴涨了一倍。但是其实它的成本就在那，因为一直卖这个价，也没有说他们亏是吧？因为他在中国打的这个中国做的一个商业模式是把它定位成一个轻奢品。那我上一次在上海的那个上海有一个什么来着，就商场里头，在他那个步行街那个位置，我发现他这个笔在商场里面他还有专柜，就相当于他把这个笔是做成了一个轻奢品。
但是呢这两年就发现价格定太高，销量走不出去，所以这两年就会发现淘宝上很多水货，就把这个价格大概在卖的价格在1600左右，它的商官方的商标价大概是2000多，但是官方商城里面经常还没货，就是因为走不动，但是又台阶下不来，尴不尴尬？就是挖了坑给自己跳，彩铅一旦价格上了1000之后就很难走动了。那最近三氟霹雳马一个很大的品牌三氟霹雳马的经销商在国内也是开始在谈经销商，有一个公司代理了，可能也会进行控价，有谣言说它的控价可能会控到1000左右，我觉得它要控到1000左右真的就很傻，因为走不动，到时候走不动又得降价，降价之后那些零售商又不干，因为我拿货拿那么贵，对不对？所以我希望他们不要这么傻的去干这个事儿。如果说是优化的 VIP 的话，想要买绿灰，记住了哈，一定要记得去后台找客服宝宝改价，因为我们绿灰是有 VIP 的学员价的，有学员价，因为你们是 VIP 所以有学员价，学员价的话是比较优惠，但是这个价格不能对外，因为全网控价没办法，它有规定，灰博家是有规定它全网控价。有的时候就觉得挺搞笑的，这些话台上也是，哎，中国人的钱好挣呀。你想平常卖800-900的突然涨到2000，这不是暴利吗？帮我们去谈三氟，再谈着。还谈到前段时间谈到说，可能到时候如果说三氟的经销商跟我们定期合作的话，那可以到时候官方合作直播的话，就会给大家就是像是有直播的那种感觉吧，给你们价格会稍微便宜一点，再谈着。三氟有一个不好就是说它特别不耐用，一支笔可能画个3-4张画就没了，这是它一个特别大的毛病，不耐用。好，这里的话呢就轻轻的用一个紫色调。对啊，它控价就控得很高，据说到时候价格会在1000多，不知道真的假的。好，现在画了这个颜色之后，有没有发现这个颜色比上面的云层的颜色还要亮，还要艳丽，有这种感觉的话敲一，有这么艳丽咋办呢？你就有用白色稍微过渡一下，往下压一下，咱们得用白色压一下，注意了同志们，注意了哈，用白色往下压一下，去降低它的艳丽度，降低它的艳丽度。很卡吗？卡的话退出去重新进一下可以吗？因为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哦，近代花开是糖豆哦，调皮，好好的取那个上课的名字不行吗？好，看一下这边是不是开始有水面的感觉了，有的话敲一。好，这边太艳丽了，过渡一下，看一下，好，整个画面有了水面的感觉吗？这个水面的感觉一下子就会变得很强烈哦。好，这个船我们最后画好，因为船是白色的，那我现在就是要继续把它的蓝色调给它轻轻铺上，它蓝色衔接的时候这里衔接的是一个青色，因为绿色蓝黄色加这个蓝色它本身就会有一点点青色的效果，那我直接用青色画就好了。是谁买了12盒？
这么土豪的吗？哦，我知道是你，是不是咱们巴西的学员？那天上课的时候就听到你在说，是不是你？你要想他上次搞活动，价格是在400多1块钱一盒，你买12盒也就多少钱来着？也就多少钱来着？我这个数学，说的跟真的一样哈，也就多少钱来着？4、5千。我是本来也想囤一些货的，但是我去看的时候呢，已经没了。然后同时呢，因为我们的 VIP 们都已经买了，我就没必要给大家囤这批货。我那天还给 Mary 说来着，我说我要是囤了这批货，我可能也就是加个几十块钱，就帮大家转运一下了。但是何赖我没囤上。看来大家都是彩铅的死忠粉了，感觉对品牌还是很了解、很熟悉的啊，就没有有一种没有让我在这白说的感觉。因为不是有一些品牌化才不是很了解的话，可能就会比较的迷茫。说到这些品牌，首先的话呢，辉博家，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品牌好吗？要不要听？有一个简单的了解以后，至少说画画还是不会被坑了。首先说一个大的品牌，就是你们熟知的辉博家。辉博家这个品牌呢，它是在国内最早进入国内市场的一个彩铅品牌。那么它的市场占有率，人家肯定是先到哈，先到先得，它的市场占有率是非常高的。那我们一般小白一说辉博家就知道是，一说学彩铅就知道辉博家或者知道马可。马可呢，它是国内的一个国产品牌，也是因为做得很早，相当于就是把这个辉博家的市场给它砍了一小半，吃你就把它给的碗里面的这碗饭就分出来了一小碗哈，这是我们的马可。那么，因为辉博家的市场占有率是非常高的，市场占有率高，那也代表着什么？我得卖出货呀，对不对？我不能说市场占有率高我不卖货，那么卖货这个东西，那肯定是价格低的会要占大市场一些，大市场的话价格肯定会低一点，这个应该好懂吧？所以说，辉博家它的彩铅总共的话呢，大概就是分为3款。一个是红盒，一个是蓝盒，一个是绿盒。红盒的话呢，相当于是它的最低级的入门款，也是我们所熟知的儿童款。因为它的市场占有率太高了，它每年卖的货太多了，所以它自己国家的这个产量肯定是跟不上中国的销量。那么，辉博家在全球各地都有代工厂，在中国也是有的哈。那它的红盒价格便宜，确确实实价格便宜，然后性价比呢也比较高。小孩子入门花彩铅，它也是定位是儿童彩铅，都会比较的适合一些。辉博家这个品牌的主要是以生产铅笔为主，是一个家族企业。目前家里的就是品牌的掌门人呢也是辉博家的，他们是一个家族企业，而且这个品牌的文化传承也很好。据说他们有一个生产园，因为笔是这个铅笔是这个木头做的嘛，他们每卖掉不是每砍下一棵树做铅笔，就会重新种上一棵树，就这个文化我觉得还是很棒的。它的比较主打的产品呢就是彩铅，还有就是橡皮泥，它的橡皮泥非常的好用。你像我用的橡皮泥，我就通常就是用他家的，其他家我都不用。辉博家的橡皮泥会比市面上的橡皮泥都要好用一些。不粘手，有一些橡皮泥国产的它粘手，粘的手黏不拉几的，而且擦不干净。
我通常会选择惠博家的橡皮泥。那它橡皮泥的话也是有在马来西亚会有生产的厂子，它的铅笔像红灰的话大部分可能是生产的位置就是印尼，很难，除非你是买那个纪念款或者说是铁盒款的进口款，它国内自己德国这个品牌是德国的生产商红灰的话是很少的，那你们所买到的红盒几乎都是国产或者说是山寨款，因为这个彩铅它很好仿，它这么多年而且市场占有率很高，那么国内就有很多的说白了就是假货，我们说的水寨什么水货不是山寨货，那你们在市场上就很容易买到假的，这个我反正是几乎没买过，因为买不好。但是有的时候呢，之前柚花做过那个进口款的，你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东西生产，它会有一个生产的位置，买那个生产于印尼或者说是国外的产地的话，那个红灰会好一点。记住了吗？记住的话敲一。这是一个很大的品牌，惠博家，你们在网上应该都可以搜得到。哦，当然这几年他也开始为了抢占市场哈，就开始做水彩颜料呀、固体水彩呀、啊色粉啊啥的。记住了，人家每一个品牌都有他擅长的，买东西就要买这个品牌擅长的，尽量不要就去不要去把那个钱花出去不讨好哈。这边话我就不挑明了说，好吗？好的话刷鲜花。买就要买它品牌最好的，其他的话你就好好考虑一下哈。我现在拿的是一个青色，国外的货是不是都没假货？我也不敢打包票，但是至少说我觉得话，国外的进口款的话会好用一点。画材这个东西呢，国产的跟这个画材会有一点点，怎么说呢，我这个真不是纯崇洋媚外，国外的画材的性价比还有质量确确实实会比国产的好一些，毕竟技术在那。我已经出去了吗？我已经不在线了吗？你们听到我说话吗？听到我说话了敲一。哎，我不在线了吗？喂喂喂，听到我说话了敲一。OK， 这个不是崇洋媚外，因为毕竟你像我们现在所接触的画材、彩铅、水彩、油画这些颜料，它的原产地就是说这些画种都是由属于西方画种，都是用国外传过来的，所以人家的生产历史、人家的绘画历史都会比咱们现在要好一些，这也是为什么它的产品好的原因。当然如果说国画的宣纸外国没有肯定比得过中国的，这个道理能懂的话敲个九。不是说就是崇洋媚外说国外东西好，确确实实人家历史在那儿。你要是宣纸，你看国外买宣纸都很难买，你看墨汁还有砚台毛笔是吧，这是咱们中国所擅长的东西。好，这个品牌呢就是我们的惠博家，说了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惠博家的品牌，然后就说一个国内的比较大一点的惠博彩铅品牌，就是我们的马可。马可的话，熟知马可的话大家也很清楚哈，因为大家为什么会知道马可呢？我相信喜欢彩铅的肯定买过飞了鸟的专业书，对不对？买过的话敲个零。飞了鸟是国内做彩铅教程书籍的，可以说是非常早的，也是把整个彩铅市场的书籍这一块基本上是抢占完了。那么飞了鸟上面你们应该也看过他推荐的品牌就是马可，好不好用咱们自己买过都知道哈，那我就不多说。这是马可，
马可单独上色的话呢是 OK 的，就是简单的上一下颜色是完全 OK 的，但是一旦是叠色或者说画到比较写实的画面的话是难用的。好，这是我们的国内的一个大品牌马可，不是很适合画画，很明确的告诉大家，很就不是很适合画写实画，应该说彩铅肯定能画，只是说不适合画写实，因为写实要不停的叠加颜色，就像我现在这样要不停的叠加颜色。好，还有一些其他的品牌，比如说玛丽，比如说中华，比如说晨光。中华跟晨光是个英雄，也是这是个文具品牌，就我们小时候用本子用笔芯都是用的他们家的，那他们这些文具产品是很好，但是就论专业画画来说那还是有点欠缺，这个应该懂吧。还有中华也是，中华比较好的是它的铅笔嘛，但是假货很多，遍地都是假货，几乎买不到真货，因为你分不出真假，假货比真货还做得好，分不出。好，这些就是几个大一点的彩铅品牌，比如说施德楼的话也是一个文具品牌，施德楼的话是德国的一个文具品牌，施德楼的彩铅它只有这一款好用，我可以100%确定的告诉你们啊，就我现在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它只有这一款好用，记住了，而且一定要买国外产的，它的产地是德国，那只有这一款是好用的。如果你买他们家的油性彩铅，或者买他们的国产的彩铅也没有那么好用，记住了吗？这施德楼它是一个文具品牌，施德楼的产品它的文具品牌就相当于是我们日本的樱花有点类似，樱花也是一个文具品牌，樱花所擅长的话我觉得是笔这一块，水彩笔啊或者说绘画笔这一块做的还可以，但是彩铅跟水彩颜料都挺一般的。好，再接着就是咱们的库喜乐是捷克的一个品牌，也是世界大品牌哈，是这种文具的大品牌。库喜乐彩铅性价比很高，很便宜。还有一个比较高级一点的，还有两个比较高级一点的绘画品牌，就是卡达，瑞士的卡达，以及美国的三幅霹雳马，这也是两个还不错的品牌，你们都可以了解一下。如果说是小朋友画画的话相对不怎么挑，你就彩铅的话没有那么讲究，但是你自己画的话就得讲究一点。对，荷尔拜因彩铅也不错，荷尔拜因是做比较早的吧，荷尔拜因是比较早一点做这个画材的。樱花是不是把荷尔拜因收购了，我记得好像是啊。他们这种大一点的品牌就喜欢干嘛呢，你收购我，我收购你，把这个都收到自己的牌子下面。据说樱花的那个固体彩铅就是配方是借鉴了荷尔拜因。我记得应该是，如果没记错的话，也可能是我记错了。马可被晨光收购了呀。对，大鱼吃小鱼，哎呦，这个话说的真对，我和天使有个约会。你像水彩颜料也许也有很多品牌，各有各的优势。这些颜料你们不懂的话，但凡想买，我真的建议你可以先问一下我们的小助理客服宝宝，你先问一下，绝对不亏着你，因为反正我们也没得卖的哈。咱们目前优化的店铺里面只有一个施德楼彩铅，一个伊雅，伊雅的话是一个国产品牌，但是它的
这个很尴尬，他说是说是一个德国品牌，但是在德国都没有厂，厂子全部在中国。伊尔这个彩鞋比较好用，我们店里面只有刚刚的那个施德楼，就刚刚这一款，还有伊雅，还有绿灰，只有这三款，这三款的性价比都是非常高的，同等价位里面性价比很高。但是你们想买其他品牌的话，就可以问一下客服宝宝，因为我们反正没有。肯定坑不着你。好，这里上次你们会发现我反反复复来来回回的运笔。好，在上色的时候呢，这一块颜色浅一点点啊，它是一个小水的一个反光。国内企业去收购霹雳马，我记得前两年有传闻是说卡达把三幅霹雳马收购了，反正是瑞士的那个卡达跟三幅霹雳马，我不记得是谁收购谁来着，就有传闻，反正他们俩是互相收购吧，有一个收购了一个。具体的话我没有关注过了。三幅霹雳马这个彩线呢，咱们画画抄写时还可以，但是太不耐用了，就是而且这边经销商一旦谈妥下来，到时候他们的合作的政策也不知道怎么变，如果说一旦把价格抬高，真的超级不划算，因为它非常不耐用，消耗很快，那补单只你要一只只的补的话，那补起来那都是钱。那我的建议就是把你的投入都砸在学费上吧。好好学一下，加入系统班，加入 VIP 班级，好好学一下，用什么彩铅都可以画一张好画。好不好，这个硬广值不值？好的话就敲一。技术在这儿，你即使是拿红灰拿马可也可以画出一张写实画，这就是技术。要去拍照是吗？对，无缝衔接，我觉得这个时候敲一都有点不妥，应该敲个六。把我的手给你，给你拿去吧，这个小黑手以后就是你的啦。你的手配不上笔。不，你要这么想，你的笔配不上你的手。大部分都是属于什么一看就会一画就废。你看刚刚这个水王彩铅，我给你们试一下，就我的施德楼，给大家看一下，刚刚这个是红灰吗？这个是红灰，然后看一下施德楼，看得出对比吗？看不看得出对比？这个施德楼特别好，一个是笔芯很细，接着就是它会有一层白色的保护层，那笔不容易断，平常随便摔一下呀打一下都不会碎，而且笔尖很细，可以削得很细，细腻度非常好，纯度也很高，价格也很实惠。这一款彩铅我感觉釉画应该是价格最便宜的吧，因为这款彩铅拿货量我非常高，这款彩铅当时它改新包装之后，咱们釉画是第一家上线的，所以跟它的品牌商有固定合作，每次拿货都是一千份一千份的拿，完全是属于给大家带货，非常的好用，非常的细腻。我应该是釉画是全网最低，我个人因为我很长时间没在网上看了，但是我们定的价格是，我们通常釉画的商品定价，首先是先会去谈这个价，如果说谈完之后
进价，修仙师会在网上搜最低价，然后最低价进货，因为我们通常会比网上最低价要便宜个两三块钱左右，太便宜的话肯定也拿不到货，然后如果说能拿到货，只要不亏，就会是按这样的价格出给大家。当然这是一些大品牌的东西，那如果说是我们自己的产品的话，价格就特别便宜。我们自己的毛笔，你们如果说学国画的就知道，优画的毛笔还有纸都是很好用的，很好用的。因为国画材料是一个大坑，很难买到，比如说毛笔掉毛啊，然后宣纸晕墨呀，吸水性不好呀，这些东西买了都退不了的。你宣纸这种东西买了几乎是退不了的，一刀就是100多张，100张。好，我现在就是拿绿色，我要用一个偏向于橄榄绿或者草绿色，把它这个底下的绿色给画了，笔也是要削尖一点点。我们釉画的画材的宗旨就是只要不亏，就没有太多，没有太高的抱负，也没有什么梦想。没啥出息哈。哎呀，我的削笔刀断铅断在里面了，我稍微敲一下。我在敲笔，因为我的刚刚笔芯断了，它卡在里面出不来。转笔刀这种东西可以很暴力的使用，不要怕。断铅之后你不把它敲出来，这个转笔刀就用不了。最近国内几个新兴兴起的品牌，有水彩颜料的，有彩铅颜料的，彩铅的，反正很多。因为我上一次不是去上海的那个博览会吗，是画材的博览会，然后我就发现做一个品牌太简单了。如果说是做画材，那些博览会上面好多厂家就是那种代工厂贴牌的，但是质量的话我觉得也就那样好，但是可以找到很多那种代工厂，有很多厂家或者品牌方就是给人家贴牌。彩铅好多，现在最近网上好多那种各种各样的品牌新一点的画材商，但是我觉得都不是特别好用。中国有优势的是国画材料，这是中国的优势，但是相当于这种外来画种，西方的画种确确实实还是一些国外的品牌好用一点，暂时这两年是好，也有可能期待咱们中国的厂家然后品牌可以发发力，做做科研，能够把这个画材拉高的一个高度。但是因为画画这方面是一个小众市场，我感觉也难。温柔点，温柔点。这个颜色选择，因为想一下湖底的颜色，它的绿色不能很艳丽，所以你选颜色的时候要选那个稍微暗一点点的绿色，好吗？那我是选的稍微，这个颜色是咱们的色号的话是266，那个色卡你拿走了吗？好，看到了，这个是咱们的秋秋老师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贴心的色卡，120色的绿灰色卡。如果说你们需要自己有绿灰的话，你们可以去今天的公众号的文章去看一下。然后我今天用的这支颜色是266，是这支颜色，看一下，这个是橄榄绿，它比橄榄绿浅一点点，看到了吗？是这个颜色。今天的公众号有发这个文章，好像是教大家怎么做色卡的吧，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我看一下哈，
对，人家的画材都是百来年的那种老厂，可能几百年、百来年的厂子，所以确实人家的画材有一些优势。但是这2年外贸呀，各方面啊，就价格也很贵，画材的价格一年比一年高。那个时候，你像史铭克呀，像这些材料，以前价格都很便宜，就看着看着就涨价，看着看着往上涨。搜一下优化，今天的推送，今天的推送看一下，看一下推送，120个色卡，教的是如何制作色卡，你们看一下，如果是需要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好吗？那如果说你们想要后面看的同学，可能今天推送看不见，你们可以回复，在这个文章回复色卡。让燕子老师到时候把它作为一个关键词，应该可以搜索到色卡，看看能不能。哎，有，这是水彩做色卡，到时候再加一个彩铅做色卡吧。你们如果说想要一些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优化在原创教程这一块，还有知识点的普及上是做得很到位的，你们都可以搜索，比如说混色笔，有一些工具材料不是很懂的，我们都有出过教程。粉色笔啊，压线笔，直接回复就好了，记住了吗？优化是你们一个资料库，是你们免费使用的资料库。你们想要的很多的干货文章，还有品牌介绍等等都有，还有教程压线笔，这是我们彩铅的压线笔的使用，比如说硫酸纸啊、硫酸纸、拷贝纸啊都有的。记住了的话，敲一个666。还有透视啊，一些这种属于小白最基础的文章，应该都是有的。高不高级，厉不厉害，棒不棒？这都是对你们深沉的爱哦，对你们爱的深沉啊。像这些东西，可以说是全网最干、最干的了。非得敲一个777，真皮。你们的一个随时可以拿着用的资料库哦，不要客气，通通拿走。这都是优化的隐形技能，一般老粉们都是知道的。反正有啥事儿，你们都记得多问一下，多骚扰一下客服宝宝或者小助理，影儿老师跟小水老师，你们多骚扰一下他，买什么东西都可以问一下他，有一些可能内部优惠啊，或者说内部价格的话，都会告诉你们。因为咱们的东西呢，很多时候会有一些冲突，人家品牌方在网上是有控价或者限价的。很多时候我们没办法在网上挂出来，但是如果是咱们的学员的话，你多一嘴可能就能省点钱，好不好？哎呀，谢谢你这小嘴甜的。国内彩铅品牌如果有优化的精神，呵呵，就不怕好。呵呵。其实我们画材这一块儿确实技术要求很高，彩铅。有很多次厂家有联系我说要不要做这个贴牌的彩铅，还有水彩颜料，只要我们想做，如果说不在乎质量的话，是很好做的，就等于是拿着粉丝卖钱嘛。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做。好，两头轻，中间重。想要做彩金或者做水彩太简单了，太多的厂子有做这个东西了。但是东西不好，也就是说能坑大家一次，以后再也坑不掉了。不能这样做事儿哈，做这个做事儿不靠谱。
对，多学多问，多问几下肯定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我们这一堂课真的是练线条无敌了。好，如果说练线条横线线条画的枯燥了，你可以干嘛，你把画板稍微竖起来一点，你就可以干嘛，练竖线，可以吗？可不可以，行不行，有没有问题？无聊吗？觉得练的，一般来说横线是最好画的，画横线是最简单的，画竖线跟斜线是最难的。对，砸牌子的事咱不能做。好，靠近这个中间这一块颜色，我们就绿色稍微重一点点，因为旁边渐变过去就是蓝色掉了嘛，所以旁边的线条一定要两头轻，中间重，这样子我们回头蓝色衔接的时候它才能自然，记住了吗？要让咱们的画面几乎是看不到笔触感的。好，现在画面会有点噪点，为什么有噪点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叠色的时候反反复复同一个方向，而且力度比较轻，它就容易出来噪点。那噪点怎么抚平呢？记住了，噪点抚平的话通常就是拿一个相对浅一点点的颜色用力的去过渡。我现在先不过渡它，先把它的这些底色调的颜色先画了，先不急着过渡哈，这个噪点是可以压下去的，待会儿有方法的。正好这几天可以练线条，是的，画彩铅还有画素描，线条都是很关键的，这就关系到你的房子建得好不好，你的绘画事业能不能够长久，能不能够成为大神，都靠着它哈。不要小看线条。好，这边过渡之后我就开始拿蓝色，拿天蓝色，天蓝色削尖一点。对，练线条要坚持。因为画画，如果说你单独真的只练线条，肯定会无聊。我们可以用一些这种风景画来代替练线条，这样子的话也会好玩一些，是不是？没有那么枯燥。好，这里对线条的要求就很高了，线条不能出现一点点噪点。噪点是啥呀？就是这种聊白点，或者说线条有一根很强烈的效果都不可以出现的啊，都是很虚的很轻的线条衔接在一起，这个线条就会有一种类似于半透明的效果。看得到我的线条很细吗？你看这里不小心这一根画中了，干嘛？赶紧衔接一下。画重呢是有方法去调整的。画着画着就想偷懒，这个懒偷不得的哦，偷懒效果就不好啦。尤其是女孩子，我们在场听课的有多少同学是女孩子？是女孩子的话敲一，男孩子的话敲二。如果说是女孩子的话，你这个线条练好了，到时候画眼线就不手抖了啊，画眉毛也可以画得对称了。美术学好了，化妆就会了。那个敲三的是啥？请问敲三的是啥？非男非女还是一男一女？
是不男不女还是可男可女？皮的呀。好，看一下画面，这个画面随着我的这层蓝色慢慢的铺上去，你会发现，哎，这个颜色就会显得越来越细腻。那铺这个蓝色的时候，注意我的运笔，其实我在不停的转笔，因为这个排线条，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它就是在干嘛？在磨笔，在你的纸面上进行摩擦，就相当于把我们的颜料给磨掉了，对不对？相当于就是把颜料磨掉了。那你磨这个笔的时候，它有的时候磨完这一边就尖了，那一边就凸了，是不是？那如果说有凸了怎么办呢？我们就要转一下，把它转到尖的那一面。记住了吗？记住了花俏音。你磨笔肯定有凸的时候嘛，所以要不停的旋转笔尖，让它尽量时时刻刻的保持在一个很尖的状态。好吗？这个话又想抽奖啊！为了化好妆才报的 VIP，你们也太棒了！我的一些风景画都被你们要完了，都送完了。想要我的画的话，下次让我们的山羊老师，然后在微博上抽几张画好吗？抽几张复刻画，可以吗？知道什么叫复刻画吗？就把我的画的原件高清扫描，扫描之后再找那种打印效果非常好的店，把它复刻下来。这个过程要求高的就是对，一个是对复印的机器，还有就是对你的画的原作的扫描色彩的还原度。可以吗？我上次我在微博上就抽了几张画送出去，我觉得效果还很不错。我上次打印了又打印了好几张。这个画超级好看的哟，我看能不能给大家找到图片。你们找一下啊。优化的微博是优化教育，记得关注一下微博，优化教育。因为微博上经常有抽奖。为什么你每次抽到的是画材？你能抽到？奖都是很厉害的，好不好？我每一次都没抽过奖，因为每一次抽奖我自己会去抽，永远都没有中过奖。那上一次就是送的这张画，包框包邮，一个金色的框，我觉得金色框还蛮好看的啦，是一个金色框。送的这张画。效果还蛮好的，然后后来我又复刻了几张，我觉得效果也很好，大家看一下，我看能不能找到。我每一次感觉我找不到，我记得我拍了个视频的，哦，对，这个看一下，这一次的话可以下一次让山羊老师在微博上抽这几张。这两张画还在哦，这两张，这个蓝色的跟绿色的，好不好？
让我们向老师安排上，可以吗？嗯，优化的话，因为经常会扣劳大家。为什么要扣劳大家呢？因为咱们优化能走到现在，能够发展的还不错，全是仰仗大家的支持，大家帮我们积极宣传呀，还有对于我们课程的信任啊，这都是因为大家才有优化，所以优化经常会做活动，经常会有粉丝的活动， B 站、微博、公众号，还有我们小助理小雪老师和颖儿老师的微信号，经常会有活动，犒劳大家，对，不是扣劳吗？啊，丢脸丢脸，好丢脸，犒劳大家，对。在优化什么爱情跟画材都会有的哈，面包跟画材，活动这个东西主要是要自己多关注。以前是好朋友了。Mary 每一次都中了画材，我听说上一次是说中了画材你都不要了是吗？你下一次要是再中了画材，如果不要画材的话，我就送你一张画好不好 ，Mary？ Mary 她的微博也是叫这个名字，你们如果说想要跟她互动的话也可以关注她。 Mary 是咱们优化的王牌 VIP。 什么叫做王牌 VIP 知道吗？看看她就知道了。八个木木，对，九七好多木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九七的 VIP 里面有好多个小爱呀、啊、木木，可能大家不知道木木这个梗啊。小爱也是，九七好多个小爱，好像有两个吧。八七也有个小爱，因为我们有个老师是叫小爱。啊，线条超级细腻，拍死我了，继续拍。没有人叫波波，可能这个名字取得比较偏吧，经常有一些比较有文化的学员会来告诉我，波波老师，你这个名字应该是念普，在姓氏里面它不能叫波，经常有一些有文化的学员会告诉我，然后我说我不管，波子好听一些，我就要叫波。什么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就是我不管，反正波子好听，我就要叫波。还有人叫我普饭。普饭我觉得好难听啊。这个画完之后肯定会有录播的，奶茶绝对会有的啊。录播的话也是关注优化教育的微信公众号。好，笔真的有点秃了，就可以把笔稍微立起来一点点，立起来一点点，它现在就可以画尖一点点。当你的笔发现有点粗糙、有点秃的时候，就把笔立起来一点点。我姓肖，然后单字一个零，
我本名叫肖玲。波饭是我的艺名，算艺名吗？网名吧。这不做线上教育，总得有个网名才能应景嘛，对不对？你说你要叫我肖玲，多尴尬呀，在网上。没有，玲珑的玲。因为我这个名字重复率太高了，我老家，你知道老家姓氏都是一个村上都姓肖。我当时读初中的时候，我们学校有三个肖玲，同一届，我们班上有两个肖玲，然后我的名字就被改成了肖玲珑，是不是很俗？是不是很俗？然后我一度被叫了肖玲珑，叫了1年，让我到现在都有人叫我肖玲珑，啊，所以我就觉得我的网名一定要起一个文一点的名字，我不能要这样用这个名字了，一定要起一个文一点的名字。然后就叫了波饭。波饭没啥意思，纯属好听，纯属字面上漂亮。就刚，你们有没有感觉，就是每次自己说自己的名字很奇怪啊，就很奇怪，叫肖林就。然后我有个很好的朋友，因为我不是高，我初中的时候就跟那个肖林是同班同学嘛，我们俩关系特别好。后面有的时候经常跟我朋友聊天，就聊到啊，我就说我前2天去肖林那里干嘛干嘛干嘛来着，然后就说啊，你不就叫肖林吗？你怎么了？没有没有，我有个朋友叫肖林，名字一模一样吗？嗯，对对对对对。啊，那你叫肖林不觉得奇怪吗？啊，不奇怪不奇怪，这是我经常遇到的对答。以前自己的姓氏，我以前有一天，那个时候读初中，在上课的时候就想，哎，我姓肖，以后别人叫我肖老师，我觉得好奇怪哦。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没有这么想过？就念自己的名字，觉得好奇怪哦。幸好我是从事的线上教育，我没有从事线下。对，咪咕已经远去了，还有人记得咪咕，天呐！咪咕也是我的曾用名，是不是好多同学在网上有听过咪咕老师的视频？有听过吗？听过的话敲一个九。好，是因为涂这层颜色真的很无聊，就聊了很多的闲话。这是一堂唠嗑的课。小怪兽、静待花开、和亲都听过咪咕是吗？对，铁粉。奶茶，你怎么那么皮呀、啊？哎，弹吉他是以前的过去式了，好久没练过了，吉他都已经送人了，好尴尬呀。好，这边河的颜色会稍微重一点，嗯，注意一下，就这个河的话，它两个角角的蓝色颜色会重一些，所以你看我现在如果说这两个角角颜色泛白，效果不是很好，发现没有？那一定要记住这两个角落的颜色千万不能忽略了哈。画我们一般画画的时候，四个角是最容易被忽略的，画什么画四个角的尽量不要留浅色，留浅色的话效果不好的。尽量把角角的颜色稍微加重一点点。记住了吗？这个角角上颜色稍微重一点点，
看我的手，这个线条画的又直又长，又直又长的线条。有一个作者也叫播放吗？真的吗？那我要去看一下他的书。快速一点点，提速。是不是看着排线看着贼爽？一般看别人画画都是挺爽的哈，很治愈。好，这里的青色要加多一点点，青色可以力气大一点点，力气大一点把这个噪点可以抚平，因为这个青色颜色很浅，这种很漂亮的青色一般也就好一点的彩铅里面才有，因为这种颜色很难做，这种颜色的制作工艺比较难。它这个横的笔触同样也可以表现水波的波纹的感觉。好，这一层右侧左侧这一层的颜色通常会浅一点点，看一下看一下画面颜色会浅一点点，所以我用这个青色用力的过渡一下，用力的过渡之后它会有那种像是水面抛光的效果，有吗？有的话敲一。听大道理都觉得舒适，啥大道理啊？这一层水面的颜色非常的光滑，那这个光滑是怎么来的呢？就是用相对浅的颜色，那这里就会有感觉是被磨皮的效果，这里就没有磨皮效果，有这种感觉的话敲一。这是怎么来的？就是用浅色哈，相对浅的颜色用力的去过渡，记住是用力，记住是用力。好，过渡完之后可能还会有点白色，因为它的颜色没有这么艳丽。白色过渡也是要干嘛？要用力，这样子才会有水面的效果。好，这个水面画完之后，其实我感觉画面有一点点这种绿色调的感觉，那我干嘛？我可以拿黄色柠檬黄用力的，或者说你要颜色觉得颜色太深了，你就轻一点点，用柠檬黄在上面过渡一层，有感觉会有这种反光的效果吗？这个颜色叠色是这样子一个顺序哈，先后顺序不要搞错了，先后顺序搞错了效果就没有了。柠檬黄加蓝色它就是绿色嘛，那这个时候稍微有一点点纹路的话，它就是可以暗示水的水波的纹理，暗示一下水的纹路。好，这个时候我们普安老师又要拿过去拍一下过程图。刚刚说包框的复刻画是多大？是八开。加上框的话差不多有四开那么大了吧，四开没有，四开八开，八开很大了，反正是挺大的一张画的，你如果说一个餐厅挂一张画就够够的了，或者房间里面挂一张就够了，挺大的一张画，八开大小有。直播的时候光感都没有那么好是吗？
每天晚上优化公开课一般是固定在周天或者周六，大部分的时候是周六，周六来准在哈，周六来。嗯，如果说没有看上录播的话，就可以没有看上没有看上直播，你就可以看录播。优化教育公众号就可以找到录播。奶茶是第一次来吗？对，周日偶尔有公开课，因为最近小爱老师比较忙，小爱老师在准备下一期风景课的一个课程，相对忙一点就没有给大家准备公开课。下一个月的话应该会有速写的公开课，你们可以来听一下，速写公开课画的可好看呢，教大家拿手上的手一些手边的工具就可以画一张快速的速写画。好，这里绿色再过来衔接一下。蓝色还要继续加重。这里我是加青色。嗯，对，下一个月应该会有速写课，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听一下。是速写课的话是试听课。嗯，优化的公开课一般通常是彩铅或者由我上课，优化是水彩也可能会我上，油画肯定会我上。因为排公开课一个是免费的嘛，希望大家都能够听到，都能够免费学习。那么其他的课程，因为其他的课程老师要负责 VIP 的课，时间上会紧张一点点，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上公开课。因为我们的排课，咱们优化不是通过公开课去招生的，现在的线上教育公开课它是有一定是会有招生的性质的或者目的的，所以有的时候会每一天都会有。但是优化的公开课你会发现上课四年以来从来没有上过重复的内容，没有画过重复的画，有发现这个事情吗？有发现的话乔伊，就是因为我们不希望是把它做成一个纯粹招生的课程，但是如果说你不招生的话，你吃什么呢？喝西北风呢？是吧？那我们的 VIP 的老师主要的负责的科目是 VIP 课，那每一周是有两堂 VIP 课，那其他的时间要干嘛？每一天都要在学习群里面给大家指导课程、指导作业，所以时间上就不允许过来给大家上一堂公开课。而且因为上我们上线上教育的课程比较特殊，大部分的课程都会在晚上。那我们优化的小可爱小伙伴，如果说每一天都是上晚班的话，就跟我们创建优化当时的目的有点违背。因为当时创办优化就是因为我跟夏阳老师确实很喜欢线上教育，但是因为线上教育的特殊性，大部分的机构都是下午一点钟上班，上到晚上十二点钟，那长时间这样积累下来身体肯定会受不了，不仅仅是我们俩的身体受不了，以及小伙伴的身体也会受不了。所以我们不希望如果说在一个公司或者一个企业，我们的老师会不停的更换，因为当你的身体受不了的时候，你就会选择离职。选择离职之后呢，那你就会有新的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过来上班，熬个两三年通宵，熬不了了就走了。对，熬夜很不好。那在这种大环境下，我们创办优化就是说希望优化能够正常作息上班，尽量少熬夜。那我们对我们的老师要求一周是不超过两个晚班的，不能超过两个晚班。那么如果说除了固定上两个 VIP 课之外，如果说长时间上公开课身体吃不消，这是我们为什么其他的课程没有过多的排公开课的原因。对你们要好，对咱们小伙伴也得好，不能只对你们好了不管其他人死活了，对不对？所以通常咱们的公开课一般是在周六或者周天的晚上。嗯，公开课的彩铅由我任课的话呢，一般是固定的，这么多年总得
帮大家一下是吧，总得好好教一下，就稍微辛苦一点点也没关系。但是其他的课程一般偶尔就会排一下试听课，那试听课因为我们的老师平常很少上公开课，并不是一个熟练的公开课讲师，因为公开课作为线上教育来说，公开课你肯定是要做营销的，你肯定要是做课程介绍的，那我们的老师肯定不擅长这些东西，那我们通常就是一个 VIP 课的试听课，就真的会以一个 VIP 的姿态或者说上课状态来给大家进行一个试听，你们要是觉得好的话也可以加入进来，如果说觉得也可以过来，就是想过来了解一下是吧，想过来了解一下那也是可以的。这是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优化的公开课跟 VIP 课的一个课程安排以及我们的原因，明白了吗？明白的话敲一个六。那下一个月的话呢，睡皮老师这边给他已经提前安排好了，可能会上几节速写的一个试听课，你们想学习的话都可以了解来一下，报不报名都没关系，都是一个学习，可以增长一下自己的见识嘛。很多同行都不可思议，说我们的上班时间，我说我们上班时间是朝九晚五，说啊你们晚上不上课的吗？嗯，我说我们一般晚上就上两堂 VIP 课，他说你们都不上公开课了吗？你说嗯，不是很需要，平常一周固定给大家上一次就好了，就给大家一些回馈啊，一些福利，但是不会太通过公开课去招生。然后他说啊，那你们怎么招生啊？我每一次在应聘的时候，应聘讲师的时候，都会要把这个话全部解释一遍。这也是公开课要好好上的原因，因为我们不通过 Y 公开课招生，都是因为大家的支持，给我们一直在很积极的给我们做课程介绍，帮我们把优化推荐给身边的朋友啊，身边的亲人们，都是因为你们的存在，所以优化才不需要每一天上公开课，靠的是口碑。对，靠的是口碑。因为线上行业可能你们不是很了解，其实线上行业我们是一股清流，也是一股奇葩。招线下的吗？暂时不招线下，还没有开设线下。因为画画在网上学是最好的方式呀，线下学还没这么好呢。用这么好的方式去学的话，干嘛去没那么好的方式？对，靠软实力。是的是的，说得很对。哇，你们好专业哦，我都没有你们这么专业的名词。各大网站真正有营养的公开课视频只有优化，爱你哦，爱你哦。天地一哥说的哈，这是我们天地一哥说的，不是我说的。好，我这边再用力的上面再过渡一层蓝色，过渡一层蓝色的时候，你就发现水面这种有噪点的地方慢慢会被抚平，那我们水面的效果就会越来越光滑，越来越剔透，是吧？对，线下你比如说来回有麻烦呀，然后你坐车呀可能也不是很安全呀，因为线下的场地费用比较高，一般上课的话也不便宜，还有背着工具也麻烦，是吧？好，这边我就要画小海草了。小海草的话我使用的是橄榄绿，画一些稍微碎一点的小草，那这边就是一根一根画就好了，用一个稍微重一点点的橄榄绿。嗯，这个水草的话它会往一边倒，那我们在运笔的时候就往一边倒就好了。水草的话一定要力气不要很大，稍微轻一点点，那这个水草它可能会有一些相互的交错，你把这种交错感画出来就好了。对，一周一次有品质的课，是的。嗯，当时优化我们定下来说公开课不重复的时候，就受到了很多朋友的质疑或者说不建议，因为我们有很多同行嘛，有一些很好的同事就说啊，你这样子让人家不会报 VIP 了呀，
你每一次上课都上新的，人家就不会来你这儿付费了呀，那你们怎么活呀？就是我觉得这种想法是很蠢的。首先咱们学好画画能不能学好的问题其实不在于有没有老师教。有的时候我自学可能看视频或者说看书也能学会，是吧，也能学好，所以老师有没有老师教这不是根本问题，能不能学好的重点问题就是有没有老师指导。当你在发现问题的时候你去找谁，当你不会画的时候你画面进行不下去的时候你怎么办，这才是你是不是学会的关键。你们说是吗？觉得是的话乔伊。所以我是觉得如果说有把希望寄托于自己看看视频就能学会的这个事情上，如果说有这样的想法那本身就是有问题的。那这样的人的话我一定会告诉你，我要改正你这个思想，对不对？如果说你真的想学好，那如果说我仅仅只是作为一个，我没有想说要学好，我只是说喜欢画画，我比看人家主播唱歌跳舞我喜欢画画，我希望看一下这样的直播，那作为这样的一个群体，那我至少得保证咱们得有点内容吧，是吧？你不能老是天天画一样的东西，一般来说能懂的他肯定就会来学。那如果说咱们教的好，咱们愿意教还这么耐心的教，如果说你哪一天想学习或者亲人朋友想学习你都不推荐来优化，那也不可能啊，这个事情几乎不会发生，你们说对吧？那么在绘画内容上我就说你就不用怕呀，你怕啥呢，是不是？你不管是画不画一样的东西，或者说你重复教学只会让你掉粉呢。我今天来看你画这个，我明天看你来画这个，那我干嘛要来看呢？我时间有多的吗？还有一个就是反复画一样东西是什么？没有实力，讲师本身是没实力的，他就只能怎么办呢？去背，死记硬背，画一张画，然后每一次都弄一样的东西。实力也是一个考究，值得怀疑的地方，对不对？因为我不相信大家都蠢，我相信大家都是聪明人，大家都能看得出来。我记得是谁说的，就是说不要觉得别人比你蠢，只是别人懒得跟你计较。如果说你把别人都当傻子，尤其是把你的客户当傻子，你迟早得输得体无完肤，迟早的事。但是不排除那种人，我就是等着输呢、哦、我就是等着把这钱挣完了我就跑了那就只能自认倒霉喽。对啊，你们可精着呢，一个比一个精，猴精这堂课的废话说的真多，但是确确实实有点无聊，不说话的话怕你们睡着。其实我也不想这么多废话，但是作为一个基础练线条的课咱们大概就是这样了。关于用色，有同学说我用色准，用色用得很准。用色用得准的话呢，我建议你的话是学习一下色彩理论。其实画画是有套路的，什么颜色该用，什么颜色不该用，什么颜色调什么颜色是什么颜色，它是有套路可循的。如果说你想学用色的话，还是要专业学一下色彩理论。画画用色这方面一定是有方法的。就像我们这一次不是咱们新招了一个书法老师吗？书法老师长得特别可爱哦。然后我自从跟他交流之后，我就发现书法这方面有好多误区哦。就那天我们的颖儿老师拍了一张我们书法老师在那写字的照片，然后因为我们书法老师手特别小，这个我觉得我要透露一个，就是书法老师手特别小，因为他这个人特别特别的小巧是应该说是右画最小巧的，然后他的手就像婴儿的手一样特别小巧。他因为在写小楷，然后他的握笔姿势
就特别靠前，他可能是这样握笔的，是这样握笔的，就拍了一张写字的照片，就这样握笔，是不是没有学过书法的就觉得，哎，这个握笔怎么能这么握笔？有这种疑，有这种，目前有这种心态的话，敲个一，就这样子握笔哈，这样子，他一个毛笔，他这样子握笔，特别小，拿笔握笔姿势特别靠前，因为他在写那个小楷，而且他平常自己写字就是爱怎么拿怎么拿。然后当时朋友圈就有人说，这个老师的握笔姿势有问题啊，这握笔姿势都不专业呀。哎，可是当我跟我们的这个，因为有一些握笔就是觉得这样子才是握笔，书法就要握这样握笔，书法就要这样握笔，这也是一个知识点的一个扫盲。其实书法握笔没有说绝对的正确与对，只是说一般入门来说，这种姿势握笔是最常见的，也是用的最多的，因为这个姿势可能他在练习起来的话可能更加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但是我知道的是书法，古人的书法里面包括历史上可以查到的还有这样的握笔姿势，这个叫做什么，叫做单钩吧，好像是，甚至还有这样的握笔姿势，还有这样的握笔姿势啊，以及还有这样子的握笔姿势。那我说哇，长见识了，要我的话我以前也一直以为这个握笔姿势才是 OK 的。好，以及咱们书法老师就说到，就比如说我们书法这一次排课就是从一个什么什么志什么勇的体开始入门，我说啊，书法不都是从那个颜体啊，我知道我小时候练是什么，练柳公权啊，颜真卿啊，什么什么的。然后这个老师就说这个四大体一般因为它的知名度比较高，但是它也很难，如果作为兴趣爱好用这个去入门的话是很难练出来的。他说怎么，打个比方，就说这个字四大体已经做到了非常非常非常高的水平，它每一个字跟打印的一样端端正正的，那如果你从这些字入门练的话太难了，你想练出从入帖到出帖太难了，太难了，这个时间周期就会很长，在教学上面其实不是很适合，因为线下教学小孩子或者说一般成年人学都会从四大体入手，是因为这四大体的知名度很高，所有的小白都会觉得这就是应该是书法正确的入门方法，但是书法是没有正确入门方法的，没有绝对的。然后在这个课程安排上面，我们这一期的书法课程对对，智勇谦字勇谦智勇谦字文，对，你哇，你知道，你懂，哎，我就知道智什么什么来着，我不懂。他就是说那这个体的话，我们从入帖开始练，再到你三个月毕业，在短时间以内它可以让你训练出来，你有掌握基本的书法知识，然后自己能够临帖，自己从其他字体就可以临，以及会教你一些套路，就说白了就是套路，画画是有套路，利用这些套路你可以去创作一些作品，这些作品你到你省里边或者说到单位去参加一些比赛都是可以拿奖的。画画它是真的是有一些技巧，这些技巧都是一些专业人士因为写了这么多年画了这么多年总结出来的，是不是长见识了？我就说我这个书法不是要练十几年几十年吗？他说那哪能行呀，有一些人就比如说那个四大体，人家一辈子就练那一个字都没办法超越人家古人，你别想着说你练几年就能超越。但是如果说你想获一些奖项是吧，拿一些可能面子上或者说文书上过得去的一些名头还是很简单的。我们这一期的书法课程安排就是把这些东西都排进去了，练完之后你就会创作，就会自己临帖，包括自己练习以及参赛都可以。我们这书法老师就获得了好多个奖，简历上的奖项一大堆，是不是长见识了？我也长见识了，我也第一次知道这些事情，我知道的时候我都惊了，我说还有这种操作，那太厉害了。这个水草你往它一边倒，画的随意一点就好了，看到了吗？一边倒随意一点，然后有一些交叉，不要全部像个排排站一样，不行，不要画的太整齐。比如说你要画的太整齐是怎么样子呢？你每一个都这样，哎呦，你看你画的太整齐，你全部这样就很丑，记着的话敲一，你每一个很整齐很丑，所以你在画的时候你就可以这样子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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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处倒一下，到处倒一下好看一些，不要这样子哈，这是错误示范。我很佩服那些字写的好的，我觉得练字对我来说，我就是狂暴症，一练字我就想撕掉。我超级佩服字写的好的。好，注意一下，这个水草呢，对，一支重一点的重色比较重，中间的地方画重一点点，然后靠近边缘看不见了，就没有那么清晰了，你就可以画得轻一点点，这是一个处理的一个小技巧，记住了吗？你看边缘我就轻一点点，看到了吗？这些往外走，哎，这些草的草，这些小草我看不见了 ，OK 吗？好，这个草画完之后，第一层的浅色，在这上面干嘛？就造一层的蓝色、蓝色、青色，用力，就相当于把这个水草封到我们蓝色的水下边了。那这个步骤非常重要，一定这层蓝色一定要最后画，青色。蓝色也可以，记住了吗？记住的话敲一。那这里是不是有感觉封在水下的感觉了？有的话敲一。喜欢绿书，绿书是绿吗？对，因为这个千字文，我听林木老师说，是因为它是有点偏行楷吧，就练完之后实用性很高。比如说你的钢笔字，然后你练行书跟草书就能衔接得上，因为楷书也是比较难练的，正楷字是比较难练的，实用性很高。你们比如说字可能写的不是很好的，想要训练一下的，都可以通过这个书法课程进行一个特训集训。好，看这一边是不是就有了一种哎，海湖水海草被束缚到湖水下面的感觉了，有了吗？这个步骤很重要的哦，记住了我的步骤吗？其实这个水草就很简单，但是如果你水草画在上面这一层就不行，画在上面这一层就没有这种效果了啊，记住。下一期彩铅画什么？下一次彩铅，秋夕老师强烈推荐我画那个画老鼠，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哦。哎呦，莎莎你好懂哦。妈呀，从绿书练起，那不练死去啊？你是说我下一次公开课画什么，还是说是我下一期 VIP 课画什么？我直接就是理解为 VIP 那个公开课上课，然后有同学说我三月份的人物班，对 VIP 的话是三月份人物班，每年大概会开两到三次人物班。好，这边也是青色画上去，用力的画上去，用力啊，记住用力把它抚平，把线条抚平。现在优化也算齐了，基本上你们能想到的书法呀、国画呀、彩铅呀、水彩呀、油画呀、抄写实呀都有了，速写呀、素描呀都有了，还能想到啥啥画都可以安排上哦。我们也非常的知足哦，只会涉及绘画这一块，因为之前有很多人问过我，比如说说咱们优化人挺有经验的，线上教育也挺懂的，为什么不做一下其他的行呀？嗯，除非以后咱们优化画画已经到头了哈，就会考虑做其他的。现在画画这一块我感觉还没有做到最好，还要努力，没有心思做其他。我们的目标就是说至少在画画这里头咱们得做到线上最专业，
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在线上美术里面，咱们不求最贵，也不求最便宜，我们要求是我们的教学质量，教学质量是最好的，而且是最专业的，这是我们的目标，这是 M 的目标。即使有一天成了最好最专业，最好最专业也不会是最贵的，绝对不会。因为优化就是由广大人民群众支持起来的，不可能有一天走到高度了忘了本，因为优化就是希望帮助更多喜欢画画的人，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学得起画画，不会因为价格昂贵而在门外却步。哎，念质量吗？哎，我喜欢念质量。哎，就像我们那会儿就念画室，我就喜欢念画室。这个问题我感觉争议过很多次，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就很多同学就念画室，有些人就是念画室。如果说有一天优化成为了一个很贵的优化，那就不是当年的那个优化了。因为咱们靠口碑相传，靠学员的相互推荐，至少说在广告费上咱们这笔钱就省了，省就省在你们自己身上了。你们每帮我们推荐一个学员，帮我们介绍给一个你爱的人，那就相当于帮你自己省了钱，你们说是不是？省了广告费，那肯定就什么成本就低啊，成本低的话价格肯定便宜一些，不可能会贵到那种程度。是的对，就差小船了，先不急哈，先把这个湖面画完。这个草这里不要画太突兀了，画得太突兀不好看。好，这块颜色这里轻轻来一点紫色，为啥呢？因为天空这个地方有紫色啊，它的那个天空的反光有一点点紫色，你不可以不画的哦。来一点点紫色，要来一点点的，看到这里了吗？它会有一点这种灰灰的效果。有一个黄山同学报名了，应该是第二个黄山的优化同学。你咋知道的？你推荐的呀。黄山，我特别佩服那种喜欢爬山的人。因为我们办公室就有一个，你们知道国画老师，国画老师是秋夕嘛，他就特别喜欢爬山，可能是因为学国画经常出去写生吧。我是那种谁出去找我玩要找我去爬山的，我真的会跟他绝交的那种人。我不是鄙视或者是说对爬山的人不友善，是因为我的体力真的吃不消。我很佩服，超级佩服。我超级佩服喜欢爬山、喜欢户外运动的人。我就是那种出去玩，我一定要在酒店就躺一个晚，就躺一天那种。我喜欢去海边，在沙发上能躺就躺一天。对，因为懒。哇、哦、，Mary， 还有这个天使，你真的是天使。雨禾也是爬山，我天哪。绵羊，谢谢你哈，又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学员。对，我真的是，秋夕老师，我感觉他真的是把国内比较有名的山感觉都爬过了一样，超喜欢爬山。我最喜欢的旅游就是去海边，在沙滩上躺一天。啥地方也不去，要不就是在酒店躺一天。这是我超喜欢的旅行方式。
不好，不要，大家不要学我，我这是个反面教材，请多向我们的 Mary 还有刚刚还上面谁来着，哦，已经跳过去了我都忘记了，还有天使，请多向这些同学学习，不要向我学习，我是个反面教材。好，这边画的差不多了，湖南比较有名的山的话应该是张家界吧，你们有去过张家界吗？张家界真的是个好地方哦，有时间可以过来玩一下哦，张家界是个好地方哟。好，现在我就要画小船，小船因为这个我怕它把它画脏了，所以我是悄咪咪的之前上课的时候呢在上面有给它粘了一个纸胶带，这个纸胶带呢它就会让我的画面变得干净很多。轻一点点哈，撕胶带的时候，要不就可能会把这个纸给撕坏。就是啊 ，maybe 你说你爬山，你爱爬山，我都有点不相信。太不像你的作风了。好，那么小白船，画小白船的时候注意，因为小白船上有一条黑线，这条黑线你不要卡边上卡得很死，会很难看。这里我就得用一下我的异雅，异雅的话它能尖一点，它细一些，尖一些，画出来的线条好一些。留白也扛不住这个笔这样刷刷刷。纸胶带是个好东西，你要用的好的话真的超好用。我给你们看一下另外一张画。这个是我们下一期水彩课的会的，就是课题的内容啊。看一下，这个里面这个白塔就是用的纸胶带的，看得出来吗？因为你天空大面积的铺色是吧？还有这个边边，你留的话不好留，所以是拿纸胶带把这个边缘都贴一圈。这个地方是黑色就没关系嘛，这个地方是黑色你就不用贴，胶带贴到这儿，两边贴一下，然后把这里封一下。那么你画完你的天空就可以随便造，造完之后把纸胶带一撕，你的这个小白塔就特别漂亮了，明白了吗？纸胶带用的好是在画彩铅跟画水彩的时候经常会用的。这个胶带的话要用美纹胶，这个胶带也叫美纹胶，就尽量不要用这种塑料胶带，塑料胶带不行哈，一定不行。对，留白胶留不出这样干净漂亮的边，这种干净漂亮的边是用这个纸去留的。这是水彩风景下一期的课题，最近小二老师就在画这些课题，画了很多画。我们的水彩，你像我们的课程一般都会提前画好，或者说做好教研工作，看适不适合这堂课，然后才会上架课程。好看吗？我觉得挺好看的哈，挺漂亮的。哇，大家看一下这个人好过分，他拿一个鸡腿举在我的窗户旁边，大家看一下这个人好过分，在我的玻璃旁边他拿一个鸡腿举在那里。哇，这人我真的是气死了，手里举着一个鸡腿在我旁边站着，烧烤的鸡腿，我要曝光它。普兰呀，除了普兰还有谁晚上在这陪我的？哇，气人，吐血。好，继续哈，我说的这个黑边注意看一下这个细节，我把图片放大一下哈。看一下，
你看这个小船的黑边，你不可能顺着这个边缘直接涂，这样涂出来的话效果会很差。那我们要干嘛？稍微给它留一点点小距离，来留一点点小距离。那这个留的这个小白边你干嘛？你可以给它上一个蓝色调，就是可以给它暗示是光芒的颜色。为什么不上橙色？因为橙色的话后面看不见呀，对不对？后面那个跟橙色接在一起它就看不见了，所以你可以上一点点轻轻的一个青色或者蓝色都可以，特别轻，留一点点小距离，这样子画出来的船它会好看一些，记住了吗？记住了没有？这是个小细节哈。然后接着干嘛呢？接着再画这个小船的边，黑色边。我这个拿的是一雅，一雅就有一雅的好，它的笔可以削得很细，画出来的效果的话，我们在画的时候呢就可以画小细节，它削得很尖很细，画小细节的话是非常好用的。好想吃，因为今天晚上没吃晚饭，好饿。好饿呀，好饿。这谁买的烧烤呀？你有没有给我留一个？真的超过粉砖，留都不给我留。山山老师买的烧烤，请你们给我去声讨他，讨伐他。男人，哼！我下课了可以吃啊，我上课不吃，我下课了我可以吃啊。果然男人，哼！男人都是大猪蹄子。你又报了速写啊，又想报风景了是吗？好，我没有吃晚饭，不要再说这个事情了，再见。有劲了，有劲了。没有了，不是我去不去吃的问题，是根本没有跟我留，根本没有我那一份，不是你们等不等我去不去吃的问题。他们，你看他们说，老师等你去吃吧。太残忍了。请我吃红烧肉的那一位，请把微信留下来，要抱大腿。今年的猪价真的是飙涨啊！今年不是猪瘟，据说好多地方的猪都死了。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养猪的，我今年就问了他一次，我说你们家猪怎么样了，他就直接没回我。然后从此以后再也不敢提这个话题了，惹不起，不敢问，不敢问。好，黑色的画重一点。好，这条小白边别留太宽了哈，千万别留太宽，留太宽就不好看了，留太宽就真的有一个白边了，把它加宽。你第一下不可能没那么画得准，你多画几遍嘛，是吧？
我觉得不是吃不吃得起的问题，是不怎么敢吃的问题吧，应该是，会吗？反正我是不大敢。好，这个投影是重色。投影的颜色很重，之前的倒影的颜色也给它加上。这边倒影之前因为胶带粘住了，没有来得及画。越画越饿，不要再说了，不要说这个饿字了好吗？不要说这个字好吗？这个字不要提可以吗？今年冬天超级暖和，你们发现了吗？一不小心就暴露了我们的时间了。我们在长沙，今年的冬天到已经到将近12月份、11月份了，12月份都只用穿一个毛衣就可以了。这样的冬天，请多来几个。好，有些地方颜色很黑，其他地方颜色就轻一点点。好，注意投影的这个边缘要画的呢，要画的稍微的有长有短，看到这个小细节了吗？要画的有长有短，不能全部画黑啊。它这个投影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好，越是靠近这个边缘轮廓的船的形状，就越要画的这种有长有短一些。那这个是表示的是什么呢？是水纹。水纹它有深有浅，看一下这个小细节。这是有深有浅。这个细节超级重要的。好，它的船的边缘一定要有深有浅，破一下，看一下，有长的有短的这种小线条。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破一下，要不水的效果出不来的，要不就没有水的质感了。我们这里还没有降温哎，今年天气超级暖和，今年都没有买衣服，没有买棉衣。好。这个黑的地方颜色是极其重的。船这里稍微画多了一点点，拿橡皮擦一下。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电动橡皮可真是个好东西。这样都擦得掉，对，擦得掉。是因为那个
暖冬的效应吗？是真的吗？威尼斯爆发了最大的水面上升危机。真的呀，这真的是气候的变化，我还以为只是今年比较奇怪。冰水融化，肯定上升。我天呐！哇，那照这个速度下去，那还了得啊？这么热。咱们活在当下吧，且行且珍惜，好好爱护地球，注意环保。好，看一下哈，这里边缘也是偏橙色调，它这个边缘的橙色你要画的稍微的红一点点，要跟它的水面稍微区分开。看一下，这个边缘的橙色要红一点点，看到了吗？是不是稍微红一点点？要不就分不开了哈，这是它的一个逆光的效果，逆光的效果。好，这个里面都会有一点点这种红、橙色、橙红色的色调，包括这个黑色的边边也会有这种橙色、橙红色的色调，都画一点点。它有两个小商标，你可以画，也可以不画，看你自己的喜好吧。好，接着这个里头就是偏蓝紫色色调，我先用紫色铺一点。这是船的一个小机理，好，船里面还有青色，这是湖水的反光，这相当于是湖水的反光，没问题吧？相当于是湖水的反光面。青色用力一点点，能够把噪点抚平，把噪点抚平。好，接着往左边、往右边转过来，要来一点点橙色。为什么呢？它开始夕阳的反光。因为船是白色的，所以它会受到它环境色的影响，会影响很大。越是浅色的物体，它受到环境色的影响就会越大。记住了吗？相当于是对于环境的一个反衬。这个颜色可能有点太黄了，那白色压一下，也相当于是一个过渡，让它更加细腻一些。让它显得更加细腻一些，包括这个边边，这个边边我还给它一点点橙色或者黄色，这个边边不要太白了，太白了效果不好。好，大红色，把这个商标画一下，是商标吗？反正是个 logo，一个小标标。假设它是一面五星红旗。好，水里面也得有这种红色的反衬倒影。
同样的，水里头也得有这个青色哈。水里面也要过渡一下，让它显得细腻又细腻，色调细腻光滑，不能太粗糙了。看一下这个边缘卡得很死，是不是很难看？觉得很难看的话敲一，是不是很难看？好，干嘛？拿一个橙色在边缘过渡一下，看一下啊。千万不能卡死了啊！这样会不会好看一点？觉得好看一点的话敲一。会更加有水面的效果。也不要过度的太卡得太死了。好，继续黑色。黑色加重，加重，好，这个里面投影里面有紫色的调调哈，加点紫色。这个投影你可以画的丰富一点点，不用那么紧张，可以放开画。好，投影里面还可以加一点点的橙色，放开了画投影。上面罩了一层橙色上去，让投影的颜色显得丰富多彩。尤其是这个边缘，注意哈，这个边缘一定要画的这种毛毛刺刺的，有长有短的，去显示它的水纹的肌理。这里我就稍微认真一些讲的，水纹的肌理就完全靠这里呈现了。肌理，好，投影的颜色画完之后，你会发现它旁边的湖水的颜色好像显得有点浅。有这种感觉吗？有这种感觉的话，敲个一。那干嘛呢？用这支青色，可以的边缘稍微过渡一下，不要让它显得那么浅嘛。OK，投影，倒影肯定要比原物体的颜色要浅一点哈，一定要浅一点，要不颜色太重了就不好看。画完之后也还要继续过渡。它的湖水的边缘的颜色可能卡的颜色还是稍微有点重了，所以我会拿蓝色稍微过渡一下。是不是蓝色过渡一下之后显得更加自然一些？有吗？对，还差个橙子，是的。哦，对，我一认真就会很安静，没有那么多闲话。那倒是实话哈。好，水波，拿白色给它平缓一下，也是平缓一下它的这种凹凸肌理。你看这种肌理就不好看，觉得不好看的话敲一。干嘛呢？你可以拿浅色给它压一下，给它缓下去，让它平缓一些。好，画完之后在上面轻轻造一个颜色，就会更加的细腻一些。画彩铅细腻是一门必修课，怎么做到细腻啊？对于线条的要求啊，对于纸的要求啊，对于运笔的要求啊，还对于彩铅的要求都会有的。这样子各方面做到位了，才能做到细腻。对，过渡的蓝色有一点深了，是的，没错。干嘛呢？等一下过渡浅，让它浅一点就好了呀。看一下，浅一点就好了，白色过渡一下就好了呀。这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事情。好，这里投影的颜色有点重了，干嘛？浅一点呗，白色浅一点呗。你像这个浅色还不是很好上色的，如果你要用三幅 PD 码的白色，你就发现白色真是个好用的颜色。
给你们看一下三幅 PD 码。三幅 PD 码的白色跟黑色一般是画彩铅必备色啊，你们可以补一下单支，这个正好优化也有。看一下哦，它的单色提亮超厉害的，看到提亮了吗？提亮效果超级好的。提亮。比如说看一下提亮呢，这里可以提亮。提亮效果，这里可以提亮。笔上有点脏了，提亮的时候要保证笔尖干净。比如说给你们看一下哈，水纹的提亮，比如说我在这里画一个凸出来水面的水草，伸出水面的水草，这是小细节的处理。好，这小细节的话那就处理的要多一些些。它这种提白的效果是超级厉害的。比如说有一些水草的颜色，它是伸出来一些，颜色浅一些，有这种伸出水面的效果可能。这是白色。提亮之后呢，边缘要稍微卡一下下，它才会有伸出水面的效果。水面的旁边颜色稍微加重一点点，它才会有伸出水面的效果哦。伸出水面，水底下的颜色是吧？要深一点点。天空和云彩没有表现出来。水的这里你要虚化一点点哈，不要特别刻意强化它，没必要的。强化它的话效果也不好，所以我是做了虚化处理的。因为你们看一下原图，你会觉得这一片特别红特别艳，你会视觉重心会放在这一块，就不会放在船上。你们认真看一下，就如果说你闭着眼睛第一眼打开，你会看这一坨，你闭着眼睛第一眼打开看原图，有这种感觉的话敲一，是因为这一块的颜色太过于艳丽了。那我是做了虚化处理的，那我要做到是我的视觉重心，我一打开眼睛可能是在船这儿，这是一个小细节要注意。你说船的蓝色稍微重了一点，我觉得哎没问题，我会改，我会调整。但是如果说是云的颜色太浅的话，对比没出来，那不行，我不会改的哈，因为改了之后效果会有反效果，咱们要主观处理一下。画画不是拍照，要跟照片一模一样，一定要做到主观处理，画画不是拍照的哈。好，现在是拿了一个黑色，当然你也可以拿深绿色，把这个草的颜色稍微处理一下下，看一下，把这个草局部的稍微加重那么一两根，局部加重一点点，也会效果很好的。不行，待会下课了我得点个外卖，我感觉我肚子要饿炸了。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来画一下它的绳子。绳子不用画很黑啊，绳子千万不要画很黑，画黑了效果反而不好。绳子颜色画浅一点点。好，在这个水面里面肯定会有个倒影。这个绳子的颜色要比倒影的颜色要稍微的重一点点哈，倒影的颜色要浅一点点，倒影的颜色要浅一点点。倒影是连着什么？连着这个船的尖尖的。轻一点点，轻一点点，千万不要画太重。倒影要轻一点，倒影一定要轻一点。好，这里还有一根垂下来的，垂下来的话应该是它的船的那个什么，我也不知道啥，没开过船不知道。好，垂到水面上的这个颜色重一点点。好，到这个船里面了，颜色就要浅一点点。到这个投影里面，颜色就要浅一点点。记住了哈，这是个小细节。到这个水平面这儿，就颜色就得轻一点点。这样子才能够把它区分开。对，水里面的颜色一定要虚一点点，这样子效果才好。一定要虚一点，记住，一定要虚一点。好，最后就是激动人心的一刻到了，我们要干嘛？我们要来撕纸，撕纸。我们要来撕纸。你看，我这是一张 A4 大小的纸，然后呢，我在上面有给它粘一个胶带。这张画是超级超级好练线条的，你们不画这张画，不用这张画练线条，真的是你们的损失，是你们的损失哦。有要抽奖，皮的呀。以为要抽奖把这张画送出去是吗？不行不行，我的画不能再送了，我已经被你们剥削完了。风景画没有一张风景画，全部都送走了。我要留一点点压箱底的货了。看一下哈，撕纸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好，搞定。一张风景画，一张明信片，轻松搞定。一共是花了大概4个小时，你们自己画画的稍微小一点，可能时间就会要少一些。水平面跟天空有一个很明确的分开，看到了吗？水平面要光滑虚很多，然后天空以上的话，颜色形体都要稍微明确一点，一定要记住这个细节哦，一定要明确一点点，不要画着画着就发现找不到形了，不可以这样子的啊。这堂课练线条真的超级管用，你们自己私底下可以稍微训练一下练线条，尤其是咱们九期的学员，有九期的学员吗？有的话就敲一个一。九期的学员宝宝们，你们这张画因为在上一周吧，咱们露西老师刚给大家做过课前的预热，预热的话就是教大家怎么去练线条，用快速的方式去训练线条。那么这张画对你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其实我也是有小心思的哈，也是因为预热课露西老师给大家画了线条，那布置的作业是画了一个小小的火龙果，小小的那个猕猴桃。我觉得大家如果是画一个风景的话，练习起来会更加的好玩一些，所以公开课我就紧接着给大家排了一个风景课，主要是可以扣住咱们九期预热课的主题，你们在九期开课前就会有趣一些。好的，那我们大家不管是九期的学员宝宝还是其他的学员宝宝，都可以去画一下，这个画对于你画线条是非常棒的帮助，好吗？好的话就敲一个零，那我们就下课喽，今天。
今天上了3个小时，还算是比较早下课的，有的时候会上到10点多呢。好，拜拜。上一次被暴露的太多了，什么被暴露了呀？哦，这一次没人敲。拜拜拜拜拜拜。